芒冒出闪电火光，妈妈市长卢秀燕一秒变身动漫《七龙珠》里的主角悟空，就在中央公园，你追得下我吗？咻！为了宣传路跑，卢秀燕特别去租一套来穿，从上衣、裤子、护腕、腰带、鞋子，规周围神还原。他如果要像的话，他发型可以再扣死一下了，还有进步空间这样子。进步空间的 对，可以加油。还算像吧，因为你刚才给我看的照片，应该衣服都像吧。就有入戏的网友嗨翻，认为卢秀燕可以更像一点。网友说头发要抓起来，想看卢妈妈生气，因为这样就会变身超级赛亚人。其实2020年卢秀燕就曾因为职棒总冠军赛打赌谁会赢，最后愿赌服输，戴上狮子头套跑行程。更早之前担任立委期间，还与时任台中市长胡志强一人扮岳飞一人扮岳母，大尺度粉墨登场。这回为了宣传活动聊了 key， 引发回响，意外歪楼。三立新闻曹胜章陈怡姐台中报道。